探讨生命课程，帮助大众了解自我价值。真言宗普贤流佛学会长期办理许多佛法研习课程，以轻松与生活化的方式让大众理解浩瀚深奥的佛理。佛理很深奥，那么这个非常恢宏广大的内容，透过一种生活化的方式，透过一种大家比较容易接受的方式，那么来跟大家做介绍。所以我们的课程安排其实都会非常的轻松，那么也尽可能的用一些这个大家比较容易了解的语言方式来做表达。那其实我们就是希望啊，我们这个希望每个人能够引发每个人的这个兴趣，好好的来探索我们自己的生命啊。那因为什么？因为生活当中我们的这个对自己的了解程度，其实那个会影响我们的这个安心跟自在。好，所以我们透过佛理，我们对自己越了解，我们生活当中的这种内心的空间就会越大，我们就越能够这个享受到生命的幸福。所以说希望所有这个有缘的这个这些大众哈，我们的同修大家都能够什么都能够踊跃的参与类似这样子的一种这个了解生命的活动。其实我们多了解一分，我们生命就多一分的自在。真言宗普贤流佛学会举办的佛法经典研习课程也是探讨生命课程，透过一天或两天甚至三天的课程内容，将佛理融于生活中，并借由了解自我的生命价值，让人生更自在无忧。十方新闻黄慧如、吴中瑞台南采访报道。